已经开始了呢。对，随着我们的歌曲呢，我们每位佳肴也端上桌了，也请大家呢慢慢的享用我们今天晚上呢为您准备的哇，汤汤公公的菜色哦。是，而且还尽量吃，会啉的就尽量啉，阿啉可以爽爽爽，阿伯子孙有机会做总统。哎呦喂，阿你做总统呀？做总统。所以哈，所以人讲哦，阿只烧酒还是醉，阿你莫玩，阿伯咱的子孙才会做议员。对对对，还是真道。古嘞，哎，福建话哈，你也是讲哦，安尼有道古哈，有押韵哈，听起来真的是很，足好听，足好听，嘿，嗯，给他好像一首歌啦，哎，安怎？嘿，那是福建话被标准的人讲了哈，啊，就是哦，有淡薄安尼款，啊，做嘞，做嘞，一首歌真好听吗？对，哎，台湾的地名嘛，是高雄，对，高雄，哥，哎哥，高雄，哎哥，高雄，哎哥，哎哥。高雄，高雄，他叫重逢高雄港，对啊，啊，阿福建的爱重逢高雄港，对不？什么高雄港？高雄港，重逢高雄港，对啊，啊，你讲的跟我头拄仔讲的跟有什么差别？你用了，你去讲唔对，你个你个敢讲你？啊，我讲的是讲真对，你讲我两下你啊，啊，你讲未讲未来？我不是，啊，我做会计的吼。我大你的年嘛，大你的过。啊啊，对。大什么？大你的年。啊，大你的过。啊，念年爱讲我吼，年跟年是差一厘一个音嘛呢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啊，我们的晚宴好像啊，青春喜啊那款啦，啊，拜祭啦，啊啊，还有几桌哈，咱家的头家啦，啊，咱家可能是因为有工作嘛。我紧啊，人讲哦，紧来紧来看，慢来就减看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！啊！我就讲，不你看，不你看，不你看一半，安尼看。哎呦，不我看，不我看，不你好眼看，我看。好，那当然，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哈、哦！啊，大家慢慢来听。那如果有空的话呢，再举起你们的双手，给我们台上的艺人掌声鼓励就可以了。对啦，因为大家都在享用哈佳肴啊，虽然摩托中香。个吹哦，无用手啊，无用安怎放落来给你拍破？我是讲心灵的，我是讲有用啦，那有用。有用的是这样、啊。如果你手中的武器有放下来，刚好有空，再可以拍手，阿妹啦。对啦，拍拍手，横财就手。是啊，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有一般哦，很大一般的，我们平常哦看歌台的大哥大姐，也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到来，欢迎欢迎。那今天的掌声鼓励就交给你们了。对，哎、欸，谢谢。你们要带头，你们要带带头一点哈。哎、哦，咱这边先，这边先来，一二三，来掌声鼓励。嗯，礼拜礼拜。三十个人拍，敢那八十个人的声。哎、嗯欸，这边啊，输人唔输阵，输阵咧歹看面咯、哦。哎、欸，莫想讲家己有福德，无亏家的，阿个无意思。来，一二三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势均力敌啊！这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拍到跟他八千人的声哎，才对啊！差不多了，欢喜不？阿你欢喜，欢迎，那你欢喜的啊！节目的哎，那节目就是我们欢迎到的这一位呢，这是我们歌台的歌舞怪杰啊！是哇，可以说是每次看到他了，就真的是看到歌台的感觉。没错，哎，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，是啊，舞台上呢都爱唱伊阿那款，嘿，尊重舞台，是尊重的咱这嘉宾朋友。对，很漂亮的服装。今天晚上他也呢，哇，穿着的这个服装很漂亮，然后非常的华丽，然后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《为青春欢唱》，掌声鼓励，欢迎吕伟。Yeah.
台的掌声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上好，哎，很开心来到我们的这个一心娱乐制作啊，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主办大地的这个酒席，很多人看到好多各台的大哥大姐，也看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，祝福大家在今天喝了我们的这个发财酒，回去大家都发大财啊，最重要是身体健康。那刚唱的一首这个魏青春欢唱送给我们所有在场的好朋友，希望大家都喜欢哈、啊，大家的魏青春还有欢唱啊，我们60岁70岁还很青春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啊，不要觉得自己老，大家都很年轻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来，第二首歌我想安排一首，告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歌台我都是唱怀旧的这些经典的歌比较多，那我想安排一首50年代的歌啊，在50年代一部电影的歌啊，我不懂是什么电影，我自己都忘了，因为我不是50年代出生的。好，那再来一首50年代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歌，叫做《知道不知道》，送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朋友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林凯的掌声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立新大乐队，谢谢。哎，这首歌我早前很久以前就听，对我的妈妈啊婆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它旋律蛮好听。不过以前都是女孩子唱，男孩子比较少唱这种歌，都 OK 啦哈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谢谢你们也跟我一起拍照啊，你们好厉害啊！我最喜欢的这样子啊，大家一起 enjoy enjoy 啊！我现在还会讲英文的 enjoy enjoy。OK， 唱了一首这个两首的这个华语歌，我想安排一首福建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唱福建歌吗？这首歌是一首大家很可能不知道，这首歌好像是马来西亚创作的一首福建歌啊。那你讲世界上真有味情伴游人哈，样样的这个人士都有哈。这边这位在场的每位大哥大姐大老板啊，都是我们非常好的善心的人士，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好观众，谢谢你们带来这首真有味情伴游人，送给大家。
没有。啊，我你三条挂七，我十分钟呢。啊，是吗？不要哇，大妈啦，啦，别快车，你不听我别讲啦。你也好。哎呀，九分半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嘞，因为我很喜欢唱轻松的歌。对喽。啊，可以吗？也是要跟你谈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很久没有见到李伟伦了，是，而且阿森美，我发现我最近哦，九王爷的一些圣诞的演出哦，主持到你都是套，每一套都是新衣耶，哎，他已经丢很多了，丢很多，对，他丢很多了，丢很多了，哦，真的啊，真的真的，啊，你要丢去哪里？我不懂，我就是哪个纸袋装的就丢上去，好，在楼下，哎，斗龙哎，拜个一个，好拜哦，你的衫哦，你唔好等，你看你的头饰衣服都这么漂亮，对。送给那个演大戏有些人哦，他们啊，我当时要一做多有做哎，啊没有做哎 ，opera 礼物哦，什么叫 opera 礼物？哦，就是比较流，我台湾人我唔知什么叫做 opera， 你唔知什么哦，就是 opera 礼物，心里啊没有就流行歌呀，比较类似那种日本宝冢的时候那种，就是歌仔戏有唱，比较现代一点的剧种的时候，是啊，对，我你上面在贵的哦，对哦。欸、你知道点子哎？对啊，连他的帽子跟他的衣服啊，都是那一套一套的，专人跟他设计的。要我跟他去过泰国，我知道。哇、啊、哦，嘿吼，做生意了，看到伊来后，哇，跟他看到心里在死啊，来了啊，你看，一次卖不是做一套两套，有时做到五套六套啊，你看你做不要。其实这些设计师，我每趟去的时候，还是我没有去的时候，他都会打电话来说啊，我跟你做一两套过来啊，我就好啊，你就过两套过来，就这样。哦，是越做越多了，是，所以他赚你的钱赚不少哦。对，应该有整十年了。你说你两年没去，要去的时候他那间店倒了嘞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倒，还有在，还有在。我要去的时候有打电话给他，你还有在吗？结果他还是有在，我从来没规定跟他。搞料原来其实他还有设计别的东西啦，我是觉得我的衣服讲真的这个给人家也觉得人家也不适合穿啊，不适合啦，不适合、不适合没啦那也啦、而且叫人请我等我们就赶快就地取材嘛，对吧、你去书上看见了好好几块变成什么款的用应该是穿不到吧，应该穿得到太大件的，这个很大件，我穿都很大件，你衫给我穿就收大件，你的帽给我地收大顶，你不听过的火神的已经卡的卡头卡面天哪，对啦对啦，我拿大顶我不敢吞沙，我敢带我吞沙你也自卑啊，因为我比你卡大为什么我会自卑呢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这边比你大，没可能没可能，你刚身材啦身材啦、你刚刚从哪买啦买了，我讲，你买了，你买。莫，我讲，大家咧食物件真正。哎，夹得妥，你看对吗？没有啦，我是惊你自己吞啦，因为我手就比较冰冷老去。哈哈，各位，难怪我们做我没保险呢，你放心。对，我有保险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安全裤，有安全的上衣。对呀，你记住的是，你还会保险，怎么样？啊，你持久授权书给走了呗？啊，要不？啊，别这样啊！我要登记给你了，好不？啊！你做淡薄好，我就好。你持久，你持久授权书呢？阿伯做无要紧，咱林秘书大律师都来。哈哈哈！你做做咧。对对对。可以吼。会使啦，我改好两个麦，麦更加多啦，就30%就好了。啊，要有两个信任的，两个见证人，我两个会使咧。啊，对。啊，我老师是也蛮在做进来哈。啊，老师我那两个更不能淡薄的。啊，说明是在给你强强的。啊，会使不？啊，我帮你讲啊，我那阿伯，我把他分咧，分到咧，我就破算了，对吗？哎呀，不会啦，养老，不会啦，你不用养老啦，你养生，你养生爬山就养很多了。哎，这句话哦，用一首歌代表的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没啦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会听没到？输掉的已经输去，全部都输光光去。他的意思，他的手势很厉害，过去，比较比较。其实这里也有一些的跟我好像不是老早有见过，一个啦一个，有见过面啦，偶尔哈、去玩一下，试试手气就好。今天的身材鬼在体。你不听到圣淘沙圣的，你要逃，你不逃他就杀，对不对？金沙更加辣，你一进来我就杀，所以圣淘沙金沙拢做鬼杀去哦。刮输掉真侪话讲哎，刮输掉真侪，今天刮娘都无代志，刮输掉就怪东怪西，什么风水啦，真正树坑的遐。
是不是走大门的不要你管理给你带掉的啦，对对对，我跟他跟屁黄我们上个去玩玩了，走走了啊、哦！你要信吗？爱信吗？没事，我相信。他打电话给我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今天来客，我今天我请来上客哦，怕有惊死我哎。我坦白讲啊，有人甲我讲，我讲我拢看红树叶嘛。啊，是啊。那个二楼啊，哦，那个二楼那个超卖铺和票前面那边啊，你就真的哈、啊、要走小门哦，不是可以走大门。你一进去的时候，那人画有一对哦，亚当跟夏娃。对，亚当夏娃。为什么亚当夏娃像大门？而且拢无穿衫，无穿裤。阿壮，迄个是有艺术。什么艺术？你直接进来穿着我，就是让你输个痛苦出去啊！脱光光的嘛。是。所以你、哦、不要走大门。没啦，啊、你以为台湾哪个新加坡对不对啊？你啊，输光光为国争光啊！还是这一首歌，我去历经过。好了，真的，人家说哈，小赌怡情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哈、啊，最重要还是身体健康啊。是，谢谢魏伟。